腹肌是假的，加菲自爆还偷窥癖。有请拳王冠军张家辉。肌肉梗系真噶啦，好就俾你睇一个片。扯请枪嘅嗱，因为我拍完嗰戏咧，就要去做一个文药书生，我总唔能够咁样去做个文药书生噶，所以我已经还翻晒俾个天啦啲肌肉，咁我而家都系变翻以前咁样快过咁样。我哋都唔系咁表面噶，个人冇变咪得咯。但你前晚去借票嗰阵。竟然讲啲咁嘅嘢，因为大家睇得即系满唔满足啊？咁啊，见到你哋一笑嗰阵，个个都挨前弹起身，开始喐嗰个身体，我又好兴奋啊！死我话谂谂下都唔知道自己可能有种怪癖而家。咁自己入场买飞睇观众嘅反应都入咗三次，希望唔知道有冇得医咧，或者食下药。你真系幽默嘅啫。